我们现在介绍这道菜为豪皇百叶。首先，包装打开来，里面有百叶豆腐、蒜碎、葱花。自备的调味料有沙拉油2大匙、蚝油2大匙、糖1小匙、水100cc。首先，我们先爆香蒜碎。等蒜头的香气出来之后，放入百叶豆腐，略微拌炒之后，加入水100cc，蚝油2大匙，糖1小匙。等百叶豆腐稍软且酱汁略微收干时，放入葱花，拌炒均匀即可起锅。我们豪皇百叶完成。